好，那今天我们主要讲年龄，如何算区间的年龄，使用函数来计算。那么要怎么输入呢？一样用if， 那再一个括号，括号之后，你这边一样是选择出生年月日这一栏嘛，那就是 C2 嘛。C2 部分，然后再逗号，然后再输入 date，df， 这个是算区间年龄的区间的函数。那一样在一个括号，然后再选择出生年月日，那再一个逗号。那逗号的时候，你要算到今天嘛？今天为止，今天为止的话，就是要选 today，today。那两个挂号，一个挂号，就是一个挂号，就是让它回传这个值。那我们再以年的部分来做计算的话，就是打一个 y。那接下来就是挂号，那后续再选择这样挂号，它这样回传回来就是。没有资料的话，它就不会显示错误，因为这边有一个就是空白的空格嘛。那回传资料就不会显示错误。假设你们用这个的话，就会显示错误。好，这样就算出来了。这个区间到今天截止是38岁。那之后再下拉就快速计算出来这些人的年龄了。好，那感谢各位收看。